总共只有四个八拍，第一个开始是右脚前来，前回后 lock step， 后回前 lock step， 然后 踏 quarter 交叉下 set， 然后 quarter turn， 然后右并 cross， 可以吗？好，然后第三个是来 踏 停后侧前。 侧停后侧前来踏 quarter 前下 set， 来左转走两步，好了，全舞就结束哈。然后他到第七面墙的时候，在这里呢，它中间会有一个小小的不一样，我们只要做14拍哈。来开始一遍，前回后前恰，后回前恰恰来踏 quarter 下 set， 来左转踏左的。 所以你当你左 hip 摇到左，从左画个圈摇到左的时候，你的重心要在左脚，然后又开始了，好不好？好，全部结束。小孩子，来，半圈，来，一、二、三 and 四、五、六、七、and 八，好啊，二、三 and 四、五、六、七、八，三、二 and 三、四、五、六 and 七、八。 十二三 and 四五六七八，继续，走一圈，走一圈，一二三 and 四五六七 and 八，二三 and 四五六七八，三二 and 三四五六 and 七八，十二三 and 四五六。 去吧，我们这张第七面墙好了，好不好？哈，来呗，去，一、二、三 and 四、五、六、七 and 八，二、二、三 and 四、五、六、七、八，一、二、三 and 四，就又重来了，可以吗？去吧，三、二 and 三、四、五、六 and 七、八，十。 二、三、四、五、六、七、八 ，OK。